这个孝顺的人，给男友送过一件最有意义的礼物。那奶昔同学，星座天秤座，单身吗？单身。喜欢什么类型男生？喜欢有品的。有什么兴趣爱好？兴趣爱好就是赚钱。给自己颜值打几分？9分吧，都是夸自己。主要是什么工作？我是收购朋友。能接受上门女婿吗？上门女婿可以啊，我很愿意啊。需要多少彩礼？不需要彩礼，我喜欢我就是，我不需要彩礼。嗯，回答非常好。狮子。喜欢什么类型男生？星座的。有什么兴趣爱好？打游戏。打什么游戏？英雄联盟。段位是什么？钻石。给自己颜值打几分？满分几分？10分。10分。什么工作？画画。你有什么梦想？发财。上门女婿可以接受吗？上门女婿，嗯，不行。你要多少彩礼？这个没想过。给男友送过最有意义的礼物？最有意义的礼物，就是一条买不到的手链。感谢那么红见证，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黑。闪亮登场。有什么兴趣爱好？需要彩礼吗？需要彩礼吗？需要彩礼，需要。多少？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。首先，为各位即将走来的是我们的3款鼠标。好，接下来各位哥走来的是福魁威尔。什么称呼？不是什么星座？什么类型男生？有什么兴趣爱好？你能接受上门女婿吗？你要多少彩礼？没有。OK， 你是哪里人？上海。给男友送过最有意义的礼物？你是什么星座？想的最多。有什么兴趣爱好？继续的祝福我们的展台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还将问题问男生受上门女婿吗？我们随机想，我现在随机。你要多少彩礼？各位小伙伴，请问大家，张灿灿，你是什么星座？狮子座。喜欢笑起来很好看的阳光男孩。有什么兴趣爱好？喜欢吃火锅。给自己颜值打几分？6分吧。是什么工作？做美妆行业。你能接受上门女婿吗？我有能力的话。小兰，单身吗？保密。喜欢什么类型的？喜欢长得帅的。有什么兴趣爱好？